拖人拖得重嘞，臭妖嘞，卖哦，换底。啊，我知道。我要跟你讲一个秘密，敢会使？哎，哦，伊个真正透条呢，还好啦，安尼真正才咧留着啦。哎，但是团库渔翁哪会做伫遮呢？伊毋是做伫内底哦。我做伫遐呢。哎呦，哪奇怪？哎，这种还电脑较好搞出来啊。看安尼电脑较好搞哦，所以伊毋是像阿里我，他正常是有迄种病的嘛。安尼搞出来哦，够聪明的呢。哎、欸，迄当阵啊，早早都爱换，搁拖进来。那你你对一下。52.7，哎，哦，40.52。哎，啊搁来。内径外径大概也厚度嘛。这个我唔知啊。啊？哦、这个袂晓看啊。不，你知就好啦。40就是内径，52就是外径。哦。啊，7就是伊个高度、厚度。哦好。对。应该是啊。42.57对。但我哦好 OK。我又学到一样东西啦。我的屁股个胖胖真嗨呢。之后，看一下。这进前我那有拖沙去浇过啊，然后这个铺里也顺便要洗清洗。我看伊做安尼换算袂歹换嘞，当了。你这只会去用手理就好啊，理得多好，平平安尼。你嘛袂当电箱内底哦，伊迄面内底有一个，嘿，伊这个拄啊，这个盾有无？拄啊，这个盾电要搞得好啊。好，你搁啊顺一下好。另外，刚刚这边小啊，较破，你敢看卖？我这个就是刚刚这边有稍微太进去了，稍微再出来一点点，哦，应该有啊。哦，非常完美。啊，我们来看刚刚在撬的时候，里面那个盾有没有去伤到？因为伤到的时候就没差敢来换。好，哦，就是这个这边一定爱抹足平。对这个。嘿，迄、那个好擦消石皮炉遐个对的。哎、欸，伊这是吸的哦。好，迄阵在。哦，在落一个安安安的对啊。够进步。好。啊，皮都爱先入去哦，做啦吼，对。看一下，哦，成功一半，所以后来发动就不能再湿湿的啦。哎，皮带勾上去，啊，那个部分我们就不拍了哦，就是直接锁紧，因为那个部分很难拍。